高山、大河是空间中的界标，是人类自由和有限性的证明，这就是我们说的山水。在古代中国，高山大河也是祭祀的对象。古人祭祀五岳、四镇、四渎，就是向天地山川表达敬意。高山大河也具有宗教的含义。中国最早的一篇山水画史文献《画云台山记》描述的就是道家人物在山中修炼升仙的故事。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天台山、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这些都成了高僧大德讲经说法的道场。在杭州有一座峰叫飞来峰，它象征的来自于印度的灵山，佛陀的说法之地。高山大河见证了英雄的丰功伟业，也见证了贤人隐士的胸怀。终南山下，霁月光峰，襟怀坦荡。山与海有丰饶的物产，尔雅说，山者禅也，大自然养育了生灵万物。但是当你离它太近，不停地索取试探时，大自然也就成了凶险的魔鬼。山海经中的众神阴郁、神秘、沉默，他们呈现的就是大自然的另外一副面孔。有了人，大自然也就有了新的含义，而山水也就成了历史性的存在。沉默的大地是历史的见证者、旁观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历史的不朽的道具。山水也是时间的舞台。同样一座山，古人今人反复登临，同样一片湖，今人古人反复眺望。因为有了时间，因为有了生死，所以山水也就具有了纪念性。山水是天地间生灵万物的舞台，天空中的日月星辰，神物灵怪，人世间的圣人、贤者、高人、隐士、英雄、美人，苦行的僧侣，流放的官员，旅途中的行者，士、农、工、商、渔、樵、耕、读，这些一一在画面上出现，一一在这个舞台上现身。中国古代山水画记录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就是这样一段历史。山水画在中国有非常深厚的传统。根据文献的记载，历史上曾经有很多伟大的杰作，像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啊，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另外在唐诗中也保留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古代山水画作的描述。我们知道今天能够幸存于世的古代山水画作其实数量是有限的。我们说的山水画最主要的是指卷轴山水画。卷轴山水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古代中国，卷和纸是保留文献、保存经典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古文献、古地图就是通过卷轴的方式留存于世。我们看山水画的时候，特别是经典的山水画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卷轴。我们看《千里江山图》，看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这样一种印象特别的深刻，特别的强烈。所以我们说卷轴山水是中国山水画传统中的经典。卷轴书画的形式始于魏晋南北朝，之后一直沿用到今天。我们经常看到的隶轴、手卷，甚至包括彻页、扇面，包括近代以来的静心，其实都可以把它们归到这样一个大的卷轴画的传统。正是因为这一层原因，所以它超越了
宝物奢侈品超越了物质财富，是精神文化的重要象征。卷轴意味着经典，所以古代山水画复制品摹本数量特别多。在图像复制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摹本就是保存经典、向经典致敬的重要手段。今天的山水画家不断的临摹和学习黄宾虹的画作，都是这样一层含义。画家临摹古代作品，当然要写上古代画家的名字，就像我们今天出版柏拉图的对话录，作者当然是柏拉图，我们不能把古人的智慧窃为己有。临摹吴道子的画，落款当然是唐吴道子笔，唐寅的画落款就是唐寅笔，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当然人工的手工的摹本和复制品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因为它不是现代的图像文化，所以今人在复制古人山水画作的时候，往往难以避免的就会留下复制者本人的个人风格、个人痕迹。特别是当他把落款又写为古人名字的时候，这就给我们今天的观看者带来很多困惑，也是特别令鉴赏家头疼的一个问题。我们说啊，正是在这样一种价值观对经典充满敬意的状态的引导下，所以我们看到后世的很多画家往往就会有意识的去借用或者挪用古代山水画大师的图样进行新的创作，而且后代的画家在画面上还会非常骄傲的说明自己的绘画风格是来自于哪一位古代大师啊，自己是在多么刻意的仿效某一位古代大师，精观董距，这就是文人画家特别愿意效仿的对象，这就是我们说的中国卷轴山水画史中一个特别有趣的小例子。那关于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很多专家学者都有关注，高居翰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就是风格作为观念的明清绘画，这篇文章讨论的就是在明清绘画中出现的这样一种非常有趣的这样一种心态。我们的山水画就是在这样一种古今交融的状态下向前发展，除了卷轴还有屏风画帐。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的很多立轴，其实是古代屏风的残余。魏贤的高士图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本来是六幅屏风主画中的一幅，其他的作品消失了，只留下了这么一件，而它也就从屏风上被拆解下来，变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立轴。在古代，屏风是绘画特别是山水画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屏风就是移动的墙壁，因为是在室内使用，所以屏风上的画面要求精致精细，要比室外的墙壁上的画作更有趣味性，更加耐人寻味。这样的作品可以适合近距离的观看。吴宏先生有一本书叫《重屏》，在中国很多古代人物画作品中，在画面的背景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室内所使用的屏风，而在这些屏风上出现的就是山水画遗憾的是这些山水画都没有保留下来偶尔保留下来的一些作品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立轴是珍贵的古物它们不再是作为实用品的屏风了。中国的古代建筑都有墙壁，墙壁上都有绘画，但是今天依托于建筑的古代壁画数量非常有限。除了敦煌之外，除了这些洞窟壁画之外，我们知道一些市官庙宇的壁画，明代之前的作品基本上数量是非常有限。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山水壁画，主要指的就是来自于墓葬中的墓室山水壁画。最近30年这方面的材料出土的特别多，战国、两汉、唐墓葬中都有大量的
山水图形壁画出现。这是我们思考研究五代以前的中国古代山水画最重要的材料来源，它们弥补了我们在文献材料上所无法捕捉到的信息，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古代山水画的资料。在早期的墓葬山水中，有一些信息特别精彩，比如说在两汉的一些山水图形中，我们看到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在群山中有飞禽走兽啊，有各种各样奇异的有趣的事物在天地间穿行。在唐代的壁画中，我们又会看到一种相对成熟的山水的图样，空旷的或者是雄奇的，呈现了一种浩荡的天地间的完整的气象的这样一种山水图形。除了墓室中的山水壁画，我还想举出一些山水画的例子。这一类器物装饰绘画有时候就是一些纹样，甚至就是图案，而图案本身带有关键性，它可以自由的流动，就是某种符号。山水的图案就带有这样一种含义。北京大学李玲教授最近有一个发现，谈的就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连山纹，改变了我们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上常见的波曲纹啊、连绵起伏的纹样的一种认识。他认为这类纹样应该就是山纹，器物上的贵重的礼器上出现的这些连山纹，是不是具有非常特殊的含义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唐代有一位皇后，她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陪葬的名器山尊。这个山尊器壁上有山水的图形，而且是彩色山水的图形，画面上还有日月山川树木的形象。这件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器物山尊是什么？按照汉代学者解释，山尊山雷也，刻而画之，为山云之形啊。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把李玲教授所说的青铜器上的山的纹样和我们在唐代墓葬中看到的这枚山尊联系在一起，进而我们会意识到在这些山形的纹样图案背后所隐含的一个问题。作为图案的山水，它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强烈的象征性的含义，这种象征性的含义我们可以找出很多。比如说在中国的古建筑的装饰构件上，壁石或者是石柱的底端啊，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些山水的图形和图案。再比如说古代的服装，特别是礼服，古代的乐器，古代的石器，我们都可以找到山水的图形、图样、图案，这样一种山水的样式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当然最后我要说，中国的山水画，特别是文人山水画的传统，最最主要的还是卷轴画的传统。因为卷轴是经典，最精美的作品还是保留在卷轴山水画中。